所以呢即係做电台呢你即係随时可以讲好多嘢嘅。一路讲一路讲你会諗到好多周边嘅事情去形容呢。係咪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活着陪伴才是体贴的。活着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雨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我发现大家真的很想看个空姐就是他 follow 了我 IG 阿 Bonnie 阿 Kitty Connie 姚勤勤 Raymond